他用的他都是用大筋耶，他的那个质感做得很好。他这也是原木贴皮耶，他不是一般的那种比较那种的，看了我都喜欢了。哎、欸，他也是用头套哎、欸。结果你知道这个社区的车位是抽签还是？太久没忘了抽签，中签率还蛮高的，要所有权人自己住才可以抽。中签率很高，然后一样一年一抽。对，好。听屋主讲说，信义的资讯说65:63。哦，那几乎就100%。对，但是我们这个你不过度承诺。好，谢谢。它增建部分就只有那一块吗？还是有其他地方也是？因为平台有外配。因为这个房间感觉多出来的感觉，就这边就这样。没有，它这梅花的格局都很奇怪。谢谢。